牌了哦。还没到。我。八点啦、啊！哎、欸。哎那个、啊，这么快就进入正题哦。白色 ID 的说、啊、题目啊，白色 ID 的。不然要介绍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文牛峰，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看你哦。那你只要知道题目是什么就好了，好吧？告诉我们题目是什么。题目。你们之前玩过什么了？谁你不认识吗？这个粉红色的是谁啊？我是新来的，你不认识的叫自我介绍，快！你给我过来。粉红色的自我介绍，跟我姐妹场景好吓怕。好了，我知道他是谁啊？题目哦，那就是曾经忘记过的人好了。啊，那怎么还记得起来？那我忘了，都忘了，都已经忘了。对哦，不行啊！我忘了 K U R O 是谁 ？K U R O 我啊，你谁？你谁？不然我们就出蛇丸好了。啊啊！为什么有人在我这边送西瓜？你送错地方了，送错地方了。感谢你。题目。哎，让他去送你礼物啊。那就你接过最好的礼物好了。好烂礼物，对啊，最好的礼物。下一位，我没有朋友。酱油，酱油，今天都没讲话，酱油。我这是在倾听。啊，你不用倾听，你就说出题目就好了。对，你就直接讲了。我求求你，你就直接讲了。带老夫思考一下。老夫，老夫，老夫。啊，各位可以先去旁边喝个水，我们九点才会把题目讲好。一个小时来盖哦。对，一个小时来盖，我就把你淘汰掉。是哦，都没有题目了，已经这么不行了。观众大家加油啊！哦，原来观众也可以想题目，快点，拜托你们。啊、嗯。用你们那些还没有长熟的脑袋，超呛超呛，很呛哦，太好笑了。哎呦，遇过怎样的恶邻居？恶邻居，可是有些人说明没遇过啊，他一辈子都。没有啊，搞不好住在深山里，根本就没邻居了。走前门大草原，走后门大香菇。那你的邻居可能是动物啊，昆虫。我邻居就是我爸妈这样。哇，你都把爸妈当邻居啊，都不是你家人啦、啊，哇哇哇，二邻居好难哦，哇。除二邻居，应该最多人就是钻洞吧？哦，对对啊，钻洞啊，吵死这样。咦、欸，啊有哎、欸，他就有二邻居啊。昨晚豆包投诉我们太吵。是哦，你又被投诉了。不是啊，就我们之前、啊。他们之前呢、啊？哦，我还以为峰哥都超聪，峰哥都超聪明的，直接去就加入影片啊。直接不回，我以为你又被投诉了。没有，酱油想一下，酱油。我正在思索。老夫有点久哎，老夫。办法，老夫就是脑袋退化了，需要点时间。我觉得你要跟全世界的老夫道歉。OK， 我只有我，只有我退化，只有我退化。哇哇！
下，你们观众都没有说一些比较好的哦。观众一堆动画啊、异世界啊，都已经玩到烂了。那我猜猜，一定都是鬼面之刃，鬼面之刃什么呼吸對對？你最想要什么呼吸？我想要强制呼吸啦！大便呼吸第一次啊！我想要强制呼吸。大便呼吸是要怎样？不然就很抽象哎。什么流泪的原因？那个恶邻居不一定遇到，那曾经遇过最恶的人，最恶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哪一个恶？恶劣的恶啊，就遇过什么人对你做怎样的事情？做很坏的事情，很坏的事情。最恶的人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拿到话筒？哦，哇，这解释恐怖哎、欸！最恶的人哦。可是我都，我此生一辈子身在福中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一生都身在福中，没有什么恶人呢、欸。哎，你的邻居不就抗议你了？我怎么是好人？你只是不把对方都放在眼里吧？干嘛当好人？对方呛爆你呢？你是谁啊？你谁啊？哦，没有，他就写纸条而已啊，而且我们还有回礼耶。写纸条，他寄回礼的。回什么？曾经遇过什么最生气的事？抱歉，我们都快搬走了，请忍耐。哦、反正你是没开麦？有啊，我在睡觉。一起想，我在想啊。中周公有没有给什么题目？没有。有他周公就是说酱油会想到题目。快点，老夫等你了。那个周公可能不请。哎、欸，我们之前有玩过请假的理由吗？请假的理由好像有哎、欸。对啊，好像有哎、欸。我最近听到一个超没事的，有类似的。他们在那边看那个怪异黑杰克，然后说明天上班要请假，说在家里看医生。看什么医生？黑杰克医生。他们没说谎啊。被 ban 了啦！我都要被 ban 啦！我昨天挂在那边就不见了。今天早上起床都没了，要做时光机喽！要做时光机喽、啊！怎样？马祖也有托梦过啦，早就盖过了。对啊，托梦好像盖过了，我有玩。这样想到什么、啊？哦，我刚刚这个超抽象哎，什么？像是什么什么流泪的理由啊，或是流泪过的原因？怎么都是流泪啊？他是有多难过啊？生气的原因什么的哦，还有这个哎、欸，那应该要先拉这个啊。最好玩的梦，哦，这个感觉很有意思哎、欸。六个字的事件，他们都在讲什么？期中考，期中考，期中考。哦、对啊，大学要考试了。这周期中考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怎么我们观众都没有成长啊？怎么还在考试啊？因为旧的人就不看了，成长过后就走了、啊，对啊，成长之后就走了，然后现在都还在成长完就离开啦。这哎、欸，我觉得哈记说那个最好玩的梦，我感觉很有意思哎、欸。好玩梦，梦过最可怕的梦或最好玩的梦，哈记最多啦、啊，哈记盖不完，每次都听他分享他的梦，然后我都会，我都会回不来哎、欸。忘记了、啊，深层思考是可以啊，看大家。对啊，我觉得是不错，而且我之前有梦过哈记耶，哇，醒来还有跟哈记讲，我醒来有跟他说，那哈你醒来就直接跟他说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啊、你醒来之后，哎、欸，哈记转身这样子说是不是？哦，原来你讲好可怕哦。你解释清楚哦，哈记。我记他了，所以是你一起传，你就是哈记在。哈记，你说清楚哦，我是清白的，你是清白的啊。你说清楚哦，没想到可以听到挂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有挂有。那个我醒来以后，我对我旁边的哈记说：“哎、欸，哈记，我梦到你在我旁边。”所以你忙着谈恋爱，就是跟哈记哦。我没有。哦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不行，他们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而且越来越卡了，怎么回事？卖了够吗？破坏垃圾行情。
原来是这样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没有，我很贵的，我们久久没有没有见面，原来你已经傻，已经变这样了。我是怎么突然飞到最上面哦？所以要来做梦是吗？要最有趣的梦吗？是吧？可是我已经好久没做梦，最可怕还是最有趣？好，红哥决定要做梦哦。还是你要别的？啊、做梦啊，做梦呗。随便啊，随便、啊，随便、啊。你们有趣还是可怕？有趣好了，有趣好不好？有趣啊，有趣。做过最有趣的梦，有限字数吗？不限字数。有趣的梦，然后写完的梦，结果看完就要十分钟，有没有？找找找进去，有趣的梦好不好？有趣的梦，好，有趣的梦，好。OK， 再点点点。我可以幻想我有做过这个梦吗？不行，我已经忘差不多了，你今天就会做了，好不好？有趣的梦、啊，有趣的夢，有趣的梦，有限字数吗？没有，对啊，没有，嗯，有趣的梦、嗯，哇，好难哦！我做过什么吗？对啊，忘记了，正在想。我知道，那个我先去睡一下。等我，等我睡一下，先睡一下，讲吧。先睡一下，先睡一下，先睡一下，先睡一下。睡一下，醒来再盖。我睡一下再跟你们讲。什么？那梦有时候久了就忘了、啊。我起床就忘了，好不好？不是久了，是你起床就忘了。不是你根本就没有记得你到底有没有做梦，你就醒了。我还在想啊。我记得我今天做了一个梦，就是汇钱汇到别人的账户，是我的吗？然后那个账户就是本来要汇到另外一个人，结果汇错人了。那我今天做了一个梦，有人汇钱汇到我的账户，然后听说是要汇到别人那边，然后汇到我这边的。我们有联动哦。烂透了！我怎么好玩那么玩多的、欸？我想到了耶、欸啊。几个字啊？有？没有线啊？这要盖我的超难。哦，我这个应该还不错，大家加油了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梦。好啦，就、欸啊、是要放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要命名谁？命名这个真的有做过哦，这个做过蛮多次的。借福棒，然后还要很集中，不集中就无法切换。干嘛全集中哦？什么？你还要全集中？要全集中。全集中。嗯。小妈已经学会全集中呼吸啦。哎、欸，在梦中。梦之呼吸。可以，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梦了。梦之呼吸，梦之呼吸，先睡一会儿。梦之呼吸第一次，先睡一会儿。第二次，我再睡一下。第三次，我好像做了个梦。第四次，你也该睡了。自创第十三次，大家一起睡吧。所有人都睡。哦，这个可以吧？等一下那个揭晓的时候要说明自己的梦哦。好，好，可以。是啊，用文字已经没有办法说明了，是不是？啊！哇！他记得。哈！就。啊！没得！我自己要！哈！阿进，我需要头颅！哈！头颅是刚刚那个已经给过了，你要谁的？哦，我以为你会一次给全部。那等下回去那边自己按。阿进，我会自己叫。哦。阿进，那个梦很有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要盖住，你还要出现在他旁边哦。干嘛？李飞，你这两个主角是最后一起哦。教主问，那两开了，谢老金师弟，又要腐了是吗？你说那两个人是指谁跟谁啊？
没有，你最后就知道了。哦哦，卖关子。哦，不，什么时候我抽到这一题？哦哦，不做人了，舅舅。哦。想你，好想你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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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上有事。那你还好意思讲啊？啊你还好意思讲啊？没办法、啊，他就大忙人折品。没有啊，就是不想玩啊。啊，说那么多，是不是讨厌我们啦？我哪有？你在那边、啊，我不想跟你玩 Building Gun， 今天不要。啊，又跟你玩哦。没有人家这样子好吗？要跟你玩 Building Game 我不要，仇恨都是你们造成的。我说 你有预约我吗？啊啊，出场费多少？啊，他说这样子。没付钱还想跟我玩啊？做梦！哇，你们怎么都这样子啊？怎么那么现实？就说你了。最后是我了。好难哦。你这个梦很现实、啊。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太久玩没玩 Building Game 了啦。我刚用过了啦。换个理由。